大家好，是老刘啊。今天午休到我师傅家里来了啊，他家里一片就是好多老的宝贝来，所以午休，只有孩子里面有那个资金就午休，每天都想着他的宝贝啊。所以现在已经到他家了啊。我说啊，哎，这是刘老板，哎，今天又来了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天天你来了我就洗衣服嘞，你们你帮我买点衣服就走了。对，我就洗衣服了。天一过来，看你的好宝贝啊，又在这里看，反正都是老熟人了，在这里看。是，对。也不是，这些都是老的，我每天都想来。都没整理哦，乱七八糟哦。你平时你洗过十把吧？啊，十把的有多？我看一下了。十把吧，我可能有一点了，你呢？你来看一看哦，十花花应该有几十个吧，哦，不准情况的，对，我就是这个习惯啊，不准人物的，那个大这么多啊，那个三九啊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还有四十多个喽，十多个，对，有十多个，十二十三十四。这里边有34件，大大小小。你这个比较少的，骑马的、泥泞池的，瓜根骑马，右下彩，右下彩，对，右下彩，那泥泞池的啊。这个是两个女的骑马，古时候女的骑马的很少的。但是这个都，我认为这个都是，也都是民国时期左右的。民国早期啊，清代晚期的。右下彩，右下彩，对。要泥泞池，泥泞池一对的嘞。这个男的我就放在这里啊，就放在这里，各种各样都有的，这个紫砂的啊，紫砂的，这个是女的，很少的，民国的女相啊，这个可以，对，啊，民国的女相啊，这个都可以的，打电话的有，打电话的有，民国时期的电话很时髦，很时髦的，你看那个时候的电话很，品相可以吧？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右眼红的。这个是民国后面。啊，民国文革早。啊，不是的，老代。老是老代，但是这个年代是没有那么久。这个本来打电话也是文革时期。哎呀，民国时候就有。哎，四五十年代。哎，不是的，民国时候就有的。有是有的电话，这个也都可以的。是民国时期的。石子啊，还有很多品种的，这个里面很多品种的，都要洗掉的，我要都要洗掉。鼻洗这个，洗的还不错的，它是民多，一般都是民国时期多啊。哎，对。变化的，反正有右眼横的，都是右眼横的。只有两对，这个就不成对了，只有两对这个。还看一下啊。看到这边，你看的，反正刘馆长是个好人呢、啊。太抬举了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在地方都有名的。也不敢，就是你是网红了，现在不，他全国都知道你，农民收成家，你说是你。我是被网红的，我很愚蠢的啊，我也谁不是说我，或者我有些很多很粉丝朋友说我要，我会骂他们的。你这个实在是，我是很愚蠢的，因为我也不啊，成名，不行，可以，都可以了，看，这两个看一下啊，我这两个看一下。这个都没洗掉，没洗掉，准备洗一下。是开门的，弟，有没有算过了？人还一起，可能是30几个、34个、36个，开始36个、36个，可能。没有38个，那你加上一起没多的话，你多少钱了？我有9万块钱。啊？有9万块钱，完整的，可能有40个的样子。那你给你3000块一个。2000多，我要加要9万了，你看你，三三九，
2745一共。嗯，这个高的价格高的嘞，很那是一德一德的话是可以很少见，这女性啊管跟像这个一德不是这个再给块整2000块钱左右还是可以买不到，但是你高的话你两千多的这个都啊多少啊，这这个是马的，是多少是差不多2000多块一个还敢用。啊，你像这个呢，多少这个肯定是价格上。我就说今年的，完了三千的这样。买贵一点。啊，这个很少的，加之现在的市场环境就更加低迷，所以呢。乡下没人了。嗯，乡下是熟还是很熟了。你就这么的，管着你一个好人呢，你能够来什么价格？我想一起走了。我跟你讲啊。我就搞个平均大，不管大小啊，平均价不管大小，38000-8000块钱，1000块钱一个，不行，不行，36贵啊，38块钱，那差别了，这个价，这个本来现在市场房价没有那么高了，啊，很少的，我觉得吧，嗯，8000-2000块钱，你认为可以就我们有还有以后的生意做，够了。那你38000底价了？38000，那2000块钱一个的，你只有6000-7000，不可能卖2000块钱一个了，哪里卖1500？最多在1500一个左右，所以你就可以考虑36个，我给你本来34个，你自己算。你这么好吗？这一次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向你交流，这么久啊，我要下乡了。我们那个达成一个意向以后，你认为价格可以，你再来拿好不好？嗯，也可以的啊，也可以的。可能也这一次我们两个人可能意见难的，价格有逐渐太高了一点。啊，你要高了，我认为低一点，那就两个人以后再来可以。要不我买点其他东西去了？啊，可以。嗯，怎么了？不想还搞点其他什么了？这个坛子好的，这一次坛子，因为我也买的比较多。看一下，对啊，这个拿着啊，7780，7780，就说是，很少的这个邮票，空军的1950年的邮票，有到现在很少，2000块钱贵了的，不会的，这个30多，你好啥？啊，1500块钱的，好吧，要2000块钱了啊，2000块钱，高了，啊，1800，1850，1850，2780，2280块钱，好，行吧，2180块钱，好，到时候给你做点生意来了，啊，谢谢啊，其他地方我就下次，啊，到时候你也没时间，好吧，啊，先，就我再给钱，好的，你给钱给你，好的。嗯，来着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放来啊，下面的。我一会儿都回去别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感谢啊。好，欢迎再来啊。好，对。我是签字在下面。嗯。